中新网12月13日电，据韩联社报道，韩国海军13日表示，海军将于13日至14日在独岛日本称主岛近海进行独岛防御演习。韩国海军表示，这是一次例行演习，由海军、海警和空军参加，并出动水面舰艇和飞机。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玉林岛以东大约90公里处，由东西两个小岛及周围数十块岩礁组成，总面积约0.18平方公里。韩国、朝鲜和日本均主张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。韩国自1953年以来实际控制独岛，